淘气包里奇，31，宇宙冒险。我们有大麻烦了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安迪，抓紧了。我在飞，我在飞。我告诉过你，我一定会飞的。嗯，里奇，现在我们要怎么办？好好玩吧，看我，我是一只会飞的青蛙。哦哦，不好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要怎么停下来？我不知道，我来按一些按钮，按钮。快想个办法，里奇，快醒醒，里奇！我们安全回来了吗？里奇，你的头没事吧？你的头撞得很厉害。我没事儿。我们坐火箭去了宇宙，然后我按了一个按钮，火箭差点就掉下来了。那是个很奇怪的梦。你说的对，那是一个梦。你知道吗，里奇，总有一天你会飞起来的。来吧，我们去找其他的同学。